大家好，我是尤夏。今天咱们用本甲来展示一下肉桂粉，真的没用这个肉桂粉做个本甲啊。小拇指、中指，然后上的肉桂粉，其他手指上的冰天乳白。然后呢，咱们全部都二边上色啊。我感觉这个颜色真的是我心中的大爱，真的是太爱它了。然后上好色以后呢，咱们来分别照灯，上加固，固定了这种半颗的小珍珠。固定好以后呢，咱们摆放整齐，然后呢统一去照灯。这种小珍珠没什么分量，所以说用加固就可以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无名指直接用肉桂粉呢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晕染，然后用奶油彩绘胶来给它画了一个小花花。这个奶油彩绘胶跟普通的彩绘胶它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怎么说呢，不流动的，然后比较厚重的，所以说它画出来的花瓣呢非常有立体的效果，所以说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就是拉线条不会断。我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14.9元全国包邮的，有喜欢的去拍。它的食指是下勾甲，所以说我在指前端只给它做了贝壳，然后调整了一下那个甲型，最后全部上加固封层完成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